第752次实验，实验的对象为白色蜥鼠一只，体征狂躁；灰色蜥鼠一只，体征平和。实验手段采用注射，实验的药剂为 H103 与 H104 半生转换液。实验的目的是观察实验体的变化与检测。他们来了，我不管你们采取什么办法，绝不能让他们靠近实验室半步。是。三组的人，迅速去查看一下电箱。发电机启动，还需要多久？半分钟之内。穆先生，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。
那我就先走了。爸爸，你在小婉家一定要乖乖的，知不知道？行了啊，我的穆大小姐，我都记住了。每天按时喂叔叔吃药，按摩腿脚，带叔叔出去遛弯儿。行了啊，别啰嗦，赶紧去度蜜月，快去吧。来，哥哥，我们敬你。来，干杯，马上。来，五哥，都马，快点。知道我为什么崇拜五哥吗？想当年五哥手拿一把神刀。多吃点啊！哎，这可好吃了，我跟你说，来，吃点。哎呀，你就别担心叔叔了。哎，你不是想看祭祀表演吗？哎，吃完饭咱去啊。小娘们儿，你行了，疯了，知道这裤子多少钱吗？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就完了，啊？要不您把裤子脱下来，我给您拿去干洗。五哥听见没？他说让你把裤子脱了呢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妹妹啊，这条裤子呢洗也洗不干净啊，赔也赔不起。坐下陪哥喝一杯。坐呀，来来来，坐这儿，来，快坐。阿洛，你知道这世界上哪种男人最恶心吗？嗯，我觉得呀，就是那种一天到晚没有什么正事儿，只知道欺负女人的男人。切！如果我没听错，是哪个小娘们想我了，背后说我坏话呢，是吧？我说的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身后的小姑娘不错呀，过来陪哥们儿喝几杯。哎，那个哥几个别动手啊，要实在不行我替他喝这两杯。你他妈算垃圾啊！你挺能喝是吧？老四，上酒。怎么着，怂了？你喝不了简单，让你旁边这位美女陪我喝两杯，行吧？阿洛，你别喝了，阿洛。阿洛，你别喝了。
行啊，好酒量啊！行了，酒也喝了，醉也赔了，你可以先滚了。哎，我说你可以滚了，没说他可以滚。你们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还算不算男人了？是不是男人？要不试试？试试呗！试试呗！试试呀！五哥，条子来了。山不转水转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撤，走，快走，走。放开我！要不然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。这都一晚上了，脸色还是这么差。我真没什么事儿。那我们还是回酒店吧，这表演也没什么意思，我不想看了。那好吧。怎么会变成阿洛的样子？这一定是在做梦，我在做梦，这一定是个梦。这，哎呀，这也太真实了吧！这些黑衣人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
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你先让我捋一捋。你说你跟你老公来这儿度蜜月，然后你老公被当地的白线族给绑架了。嗯，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，但是我老公还在他们手里，你们务必要把他给救出来。这样吧，你先做一个登记，包括你老公的姓名、年龄，还有身上穿的什么衣服。对了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你老公的性别是男吧？当然是男的。不过如果你们现在要找的话，应该是要找一个女的。我的意思是你们身份证上的性别，而不是说你们这个角色扮演里的这个性别。是的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呀？还是先回酒店吧。现在的问题是，那些黑袍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和阿洛？还有这身体交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，才能知道怎么把阿洛给救。算了。这是阿洛怎么会有枪啊？等等，这应该不会是真家伙吧？难道阿洛是一个杀手？是不是电视声音太大了？哎，沈渊姐，你搞什么？打你电话也不接，猎鹰也联系不上你。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，特地从总部赶过来。我来的时候接到一个报告，说你去警局报了个警。还有，思思呢？思思被绑架了。切，有意思吗？我说的是真的。行了，说正事儿。我怀疑猎鹰已经变节。我们不会真的是？是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是谁？我当然是陈洛。紧急口令是什么？啊！我，你疯了！你不是陈洛，我数三声，你再不给我一个满意答复，我下一枪就射穿你的脑袋。三、二、一，我是穆思思。憋死了，阿洛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想看祭司表演。就是这些黑衣人，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他算不算男人啊？这是什么人呢？一，我可怎么办？你是谁？
美女，能不能？变态！哦，这，是有个暴露狂！来，下一个，我来给你一个直播！位置的信息没错，他果然回来了。我们来晚了，阿华，森哥。看来是有人抢在我们前面把他找到了。他离开的时间不久，你带手下的兄弟给我追上去。是，你们俩跟我走。要说就应该把那个小妞也关到地牢里去。你懂什么？穆思思是我们整个计划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穆思思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适应了陈洛的身体。阿辉，钱给毛五了吗？他怎么说？暂时还没有消息。山不转水转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小子，你不挺牛逼吗？啊，在他们大排档你不挺屌吗？啊，没想到落在你五爷手里了，英雄救美呀！啊，不服啊？哎，不爽！我明白了，不用说了。我给你换个新鲜的，三哥，哎，对，我人在我这儿呢，你又过来。那行，那我一会儿出去接您去。哎呀，五哥，五哥，快跑！五哥。
沈约，森哥，森哥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究竟是谁？我是穆思思。相信我了。你看看这个。只是我没有想到。你走了以后，我在房间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说过什么？我说你的名字听起来不吉利。你和阿洛还有之前追我的那些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？我为什么会变成阿洛的样子？一路追着你拿弓的那个人是六合会的首席特工。特工？我和阿洛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哇！哇！这里是陈洛曾经训练过的地方，不过已经荒废很久了。好了，刚才在车上我已经向你解释过很多东西了，你没有想问我的了吧？你还没有回答我一开始的问题，我为什么会变成阿洛的样子？你知道什么是血迹吗？嗯，那是一种六合会利用大祭司的鲜血所进行的祭献，可以交换两个人的灵魂。交换灵魂？这也太扯了吧！不然，你以为你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？可是，为什么是我和阿洛？我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整个事情都应该和陈洛有关。也许是六合会的人为了控制陈洛。那可怎么办？反正我是不可能丢下阿洛一个人的。你为了救出陈洛愿意付出多少代价？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哼，有意思。看来你们的确认识，是赤龙会的人。是猎鹰的人，还是你的人？把搜索范围缩小到陈洛手底下的人。是。把他带下去。走。
我准备好了，我们开始训练吧。首先，我们先进行一项基础考核。史岩，你疯了！史岩，你快放我出来！人在濒死状态下，往往可以爆发出200%甚至更多的潜力。而你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想办法在自己被水淹死之前逃出来。如果连这么一件小事都做不到的话，你在我这里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。所以，祝你好运。水淹。我想杀了你的话，你早就死了。我只是为了激发你体内的全部潜能，测试你与陈洛这具身体的契合程度。那结果怎么样？还行。下一项。不要想太多。按照你的直觉选一把枪，朝着目标开火就可以了。虽然状态不是很稳定，不过勉强合格。下一项。哦。这一项的考核很简单，就是和我打一架。现在的肌肉记忆能力太差了，这一项以后要多加练习。我们徒手来一次。你那么能打，你怎么不去救陈洛啊？我在组织里面只负责情报工作和电讯侦查。你知道，如果是陈洛想要将我放倒的话，只需要多少时间吗？10秒。行了。下一项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训练室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暗室。没看过007吗？
看到那个红灯了吗？你走过去，拨到它。这么简单？但前提是不能被这些激光射中。那怎么可能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还是不行。没关系，这是我们赤龙会的终极考核，事实上就连我也没办法完成的。那全部考核完成了吗？结果怎么样？如果按照赤龙会的标准，你勉强合格。不过要想从六合会手中救出陈洛，恐怕还远远不够。那可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，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，才有可能。别动，忍着。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还记得我曾经说过，要想从六合会手中救出陈罗，最难的是什么吗？哦，找到六合会的位置。没错。不过我想现在我有办法了。不许挑食。不是我挑食，而是你做的实在太……反正要吃完，待会我来检查。六合会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组织，据传是清末明初的戊戌六君子所创立，因为其掌控了灵魂交换之秘法，所以在这几个世纪里面屡屡出手影响了历史进程。但是因为当代六合会大祭司的野心扩张，试图以灵魂交换之秘法操控各国首脑，所以如今的六合会已经俨然变成了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组织。
果然还是不行吧？没关系，现在的你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特工的标准，即便暂时无法学会闪灵，影响也不大。闪灵？简单来说，闪灵就是一种预判能力，能自动在你的大脑中形成未来30秒的画面，以此来改变原有的战局。好了，不要气馁，现在的你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，作为奖励，我把这个给你。这是？这是陈洛之前出任务时用的装备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了。别睹物思人了，现在该去执行你的最后一项任务了。可是，这不是最后一项考核了吗？你先看看这个，毛自健，外号毛五，男，32岁，3年前来到这里，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小人，也是六合会的外围成员。你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拿到六合会的玉牌，玉牌里面有进入六合会的扫描芯片，然后杀了他。你小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那是。啊！我操！别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别客气，我毛五就是个屁，我毛五就是个屁，再也不敢了。我准我老爷的啊！我不是，我有罪。六合会的人都该死。六合会，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啊！我不是六合会的人。我怎么不是六合会的人呀？我呀！别跟我编故事了，想骗我？我见过你的身份牌。不是身份，是这个，你说是这个？这个从辉哥那儿来的，这他妈不是我的，这是后边还有个辉字呢。你不信你看清楚，大哥要我这样，啊，这样，你把我放走，我给你报告，下次他们联系我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你以后就是我大哥，我第一个向你报告啊，信我，我指定第一时间向你报告啊。如果他们联系我的话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我是个混蛋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放了我吧。完成了，你为什么骗我？什么意思？我再问你，你为什么骗我？你任务失败了，玉牌里根本什么都没有，毛五也根本就不是六合会的人，你还是手软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？我根本就不想知道什么后果。我来这里接受训练，是为了救出阿洛。我根本就不想成为什么杀手，更不想成为你的一枚棋子。现在的你，根本救不出陈洛。我现在就要六合会的位置。别说我现在没找到，我就算找到了也不会给你。你想去死？我没意见，不过我不会陪你去死，更不会让你连累陈洛。怎么，连像毛五那样的人渣你都不敢开枪？
现在反倒敢对我下手了。沈渊，沈渊，看过007吗？这个训练室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暗示。甭他妈提那小子了，森哥都亲自出马了，还有他的活路？但是你几个听着，痛痛快快玩几天，回头把账收收啊！好嘞，吃点劲儿。老五。老五，
老五。想要找到六合会总部的位置，我已经找到了。什么？就在孔森带人杀进来之前，我已经找到了芯片信号的发射地，并且把它保。大祭司所在的位置就在这里。想要进入此处，首先要突破回字形走廊。这里由 A、B 两队进行突破。A 队用最快的速度对大祭司进行抓捕 ，B 队跟随我进入地宫，用全部火力掩护。地宫的门打不开，打开需要多长时间？给我20秒。我在你周围检测到了燃油运输管道，这里不能使用枪械。收到。没想到你还是投靠了赤龙会。还我阿洛！
的人都该死。简单来说，闪灵就是一种预判能力，能自动在你的大脑中形成未来30秒的画面，以此来改变原有的战局。如果你是真正的陈洛，或许我还会忌惮你三分。你是拦不住我的。你居然学会了闪灵！思思，前方有人，小心。受了这么重的伤啊，阿洛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救到你了，思思，是陈洛吗？你找到他了？沈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组长，你听我说，地牢入口已经封闭了，你们现在需要找到新的出口。辛苦你了，活着回来就好。嗯，走，思思，慢点儿。现在我们就去跟总部集合。谢谢。你要谢的可不是我。思思，对不起。如果没有这次意外，你打算骗我一辈子吗？如果打我能让你解气的话，那你就打吧。不准打！这可是你的身体，打坏了可怎么办？倒是继续啊，我倒是挺想知道自己跟自己打班是什么感觉。快到了，
慢点。总部的人怎么还没来接我们？沈渊，沈渊，停车！